那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就是每年都不一样，所以呢，每次我们呈现出来的主题简报也会不一样哈。但是他们大概都是在九月份的时候来跟我们相约一起。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有关云林团队，他们在留下在大爱台留下的回銮行程第六天行经西螺的时候，当地是阴雨绵绵，慈济志工一大早呢就冒雨前往来协助环保局扫街，结果到了扫街的时候雨停了，众人是抱着感恩的心情齐心来清理环境。大甲妈绕境回銮，途经云林西螺的这一天凌晨下过大雨，许多鞭炮、垃圾和树叶都粘在地上扫不起来，慈济志工用手代替扫把一个一个捡干净。我们真的非常的感动哈，被雨淋了，然后不容易，但是这个不容易，但是看到的是难行能行，也因为长期的合作，所以合作出呢，我们的局里面对我们是赞叹有加哈，所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里合作的部分。姚维特地前来向慈济志工鞠躬表达感谢，西螺清洁队长则因为长期和志工配合，彼此都很熟。我们常做交流啦，因为大家拢袂歹，我们希望把地球这个环保活动规拢做好啊，所以也麻烦各位，那大家尽心，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心力了哈，感谢各位，谢谢。好，所以做到让我们的局里面的处长都非常的感动哈。那今天的分享嘉宾里面，主要的分享者里面哈，我们稍微来看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王碧珠师姐哈。那碧珠师姐呢，她其实哎，老张，哎吧，我看着。好，谢谢。我卡萨来对我有一个称号，就是三吨半。好，我以前都用机车站，然后后面放一个架子，有时候一天跑个七八趟，几十趟的呢。我们很感动吧？这样的人品典范真的是很不容易了哈。就是一件事要这样去坚持，但是在这当中里面呢，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人帮，在他一做以后，家里的人也是为他来做见证。那我们再往看，志胜今天有来吗？志胜师兄的。也有来。好，那么在啊，然后等下像我倒 Q Q， 伊拢会包会过来。清扫，然后消毒那个园区。家里到底是谁在煮菜？家师兄今天有来哦。他从年轻就很好啊，很有责任啊。啊，我就是好像是上辈子有修的好的缘分啊。好。我每天就从环保站回来。好，这个部分再由他来说哈，所以其实就结好缘，但是非常感恩家里的护持，尤其是师兄哈。那另外一个要去跟我们分享到的一个故事哈，那他待会也会讲。那当然这个是让我们很难过的，因为意外跌伤哈，所以但是还好。他很快，因为有做环保，所以其实很快哦，就可以站出来，能跟大家呢一起。所以这个画面的一个故事，待会会来跟大家讲。那现在呢，请导播 take 主场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勤耕福田主题乐。今天组队合合呢，对组合合的部分，我们来到的是由我们的云林团队哈，也请你们的举牌可以举高，包括赞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合合互协，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的一个感动的故事。所以呢，我们说不是爱线，而是带动。但是他们云林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是一部游览车。就是一年一约来到这里，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恩，也要透过我们的通关密语来告诉他们。好，通关密语起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有正能量。我们把时间交给玉如，感恩是。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所有全球的家人，大家好，我是云林的玉如。那今天呢，是轮到我们的西螺团队来跟大家分享。上人说，环保站呢，就是环保菩萨的欢喜地，那也是长者的清安居，更是呢修心修身最好的一个最佳的道场。那我们今天呢，有三位菩萨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一位呢是喜静师姐，她要来跟大家分享她的父亲做环保17年风雨无阻，她今天也有来到现场哦。然后在2019年的时候呢，因为硬脑膜下出血，然后失语失能，可是呢，他们如何在最用
最亲切的陪伴跟呼唤，把我们的师兄给呼唤回来。然后接下来第二位，是我们的碧珠师姐，她做环保已经有20年，那她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他们家的师兄能够投入环保，但是因缘一直不具足，一直到了2022年，在德聚师父的一个鼓励之下呢，她因为那时候罹患了癌症，然后终于投入了环保。刚刚在影片当中大家也看到了，然后他们今年呢夫妻同修，今年也同时培训，即将在11月份就要受证。那第三位呢，丽雪师姐呢，她是在还没有投入环保之前呢，她是过着酒醉的人生，然后呢因为投入环保之后呢，她开始改变她的习气。那现在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第一位分享者许静师姐。高雄线上读书会的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喜静，爸爸杨明俊今年85岁，妈妈杨张月秀81岁，我们全家都受证了。那今天爸爸妈妈在那边，他们也有来现场。妈妈好，我们也到前面来，是口罩拿掉到前面，对，到前面来。是，我们每天一起熏法香做环保，医院志工还有社区的勤务。爸爸做环保17年，全年无休，天天以环保站为家。他承担西罗环保站的站长，社区的菩萨称他为土地公。他最常分享的一句静思语，做就对了。2019年9月，爸爸晚上上厕所时不小心踩空，从楼梯跌落，脑部受伤，满脸是血，凌晨3点送大莲慈院急诊，诊断为硬脑膜下出血。陈清晨副院长为他紧急开刀治疗，在加护病房，全身插满管子，不省人事。法亲家人看了很不舍。躁动时，护士很有智慧，知道是慈济的师伯，就拿小妙音播放上人的开示法语给他听，不可思议，乖乖就安静下来。他承担西罗联络处开基熏法志工，八世田中深植上人的法音种子，才会如此相应。我每个月都到大莲慈院做志工，在急诊加护病房常看到无常，面对亲人的无常，还是会心痛无助。有爱就会不舍，感恩有上人的话，让我时时转心念，化担心为祝福，用爱的力量陪伴他。每晚睡觉前都会抱着他，靠在耳边说，爸爸你要加油，上人等着你回来做环保，做志工，熏法香。开刀虽然很顺利，但清醒后失语失能，不认得人。回到复健科复健语言治疗，因为他每个月医疗志工的定点都在复健科，医师很亲切地带着他熟悉以前的服务环境，想唤醒他的记忆，并建议出院后环保站是他复健最好的地方。我们来看一段影片，感恩。出院后呢，我们大莲慈院与社区的长照结合得很好，马上安排斗六慈济医院的职能复健师，每个星期
两天来家里协助爸爸复健，还有语言治疗。好，感恩。出院后虽然身上有鼻胃管、尿管，每天早上只要听到要去环保站，就很开心，自己穿袜子、鞋子，等着我开车带他到环保站与环保志工互动。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就恢复了走路、说话、吃饭的功能。一个月后，顺利的拔管。他心心念念都是环保站的工作，讲话还不是很清楚，就急着打电话联络厂商出货。环保干事李雪师姐说，师伯是西螺环保站的精神指标，爸爸能恢复这么快，要感恩大林慈院的医疗照顾，还有法亲家人的祝福。我们再来看一段影片。你跟他讲话，他都呆滞了，没有反应了。可能那脑的震荡情况都蛮厉害的，血管有可能会拉扯就断掉，就会出血。比较严重的就需要马上开刀。快开、慢开还是开？那对我们来讲，赶快解决问题，让家属能够放心，就是最重要。太久了，陈金成医生呢，酷酷的，话不多，可是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安定，就是觉得看到他好像就有希望了。师伯加油，我爱你。环保站那些环保志工，他们真的很有心。那我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只要去看他，我都播给他看。很神奇呢，然后就不知道，那就哦，真的突飞猛进就好起来了。你跟他讲话，他都呆。环保之光，深深爱的呼，爱的呼唤，都是一股正能量的祝福。那在复健期间，最感动的就是看到他坚强的意志力、坚定的道心，努力复健。把身体调养好，想赶快回到环保站，发挥生命的良能。在陪伴爸爸的过程中，深深体悟自耕福田，自得福缘，无所求的付出，点点滴滴都会自我回向。能够出来做事工，要感恩家人平安，自己身体健康，所以要把握能付出的好姻缘。历经无常，更珍惜如常。每天清晨看着两位老菩萨沿路捡环保，到西螺联络处熏法香，身体力行，疼惜大地，成长慧命，感到法喜满满。我们的因缘很深，不只是血亲，相信生生世世都是慈济菩萨道上同师同志同道的法亲，感恩。接下来我由我们的王碧珠师姐分享。大家好，我是西螺环保志工王碧珠。在这个区块已经有超过20年的时间啊。这位旁边这位是我同修师兄萧秉章，在最早期的因缘是在西螺街上看见一位老菩萨用手推车推着满满的回收物，回收物有时候甚至比人都还要高，行动缓慢的在路上看的觉得非常的危险，起了一念的悲心，就告诉老菩萨说，如果以后回收物比较多的时候，就可以请店家帮忙打电话，就会过去帮忙。在因缘之下也帮忙了好几年，后来老菩萨年事已高，家人的劝说之下，这些点的回收物就由我来承担，后续
也用机车载了有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在环保站有一个外号叫三顿半，在因缘真的不可思议。后来这段的因缘也成就了我大女儿一段的好姻缘，这个老菩萨也成为了我的亲家奶奶。在做回收的同时，由原本的只有负责再送，到后来看见环保站的菩萨们做得很欢喜，自己就想更深一层的了解环保的意义，就投入更多的时间来参与环保分类，自己也赚得满心的法喜，爱地球，也赚得了自己身体的健康，就想杜师兄进来环保站做环保。那个时候师兄身体刚好有一些的状况，让我非常忧心。在因缘很好之下，金色的德聚师父到环保站来关心环保志工，就鼓起了勇气把这个心愿告诉了德聚师父。师父鼓励师兄一定要进来做环保，把身体交给医生，把心理交给菩萨，要发好愿。因缘很好，在大林慈济医院也遇见了谢义喜医师，师兄也如愿的参加了环保志工的行列，每天很精进。夏天的时候，每天汗流浃背在整理环保站周围的环境，但是做得满心的法喜，身体也越来越健康。在这同时，师父也引导要熏法香，在由刚开始如阿天雷般的，慢慢的演化到如小草般的，一点一滴的接收到上人的法，也改变了自己较为急躁的个性。师兄见证的我的改变，就更加的认同了上人的法。师兄开始也承担了开环保车的工作，及整理环保站的环境及压缩保特瓶。现在请播放我们的影带，感恩。这都是雨田电影，差不多都已经超过10年的电了。我等一下你听。哎，老张，开吧。哦哦，开着，好，谢谢。我卡车里底，我有一个称号叫三吨半。我以前都用机车载，啊，后面放一个架子，有时候一天跑个7、8趟，几十趟的呢。哎呀，没拿黑衫裤的了，黑好棒棒的了。你想想看，我们我当然了，我们这样当一次收足，你看。那上人在讲讲，咱做环保救地球。黑毛龙的哦，黑几根小扣呀。师兄，这是要引渡他出来嘛？就是要引渡出来，让他有事做啊。这肯做的啊，个个真好的人啦。哎，师姐福气啊，去拄着这真好的人。这都是雨田电影，差不多都已经超过10年的电了。我等一下你听。哎，老张，开吧。哦哦，开着。哎，后续我们也会跟师兄一起去开环保车出去再回收。由原本的我们只有在西罗街上，也慢慢的扩大了到仑背、二仑、赤崁等地，发挥了更加成的效果。在做回收的同时，我们也募心，也收善款，生活中有了共同的话题，日子过得更加的充实，也更加的发挥了生命的良能。去年年底我们圆满了见习的课程，希望更上一层楼，一起上培训课。今年3月也开始上了培训课，深入了解慈济的4大8法，期许今年圆满培训课程能成为上人的弟子，未来更期望把每一天当成最后一天来用，珍惜时间，
把握当下，广结善缘，也愿与同修生生世世都在菩提道上。以上分享，感恩。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早。我叫江丽雪。以前在还没有入慈济家门之前，我是一个急性子的男人婆，在五花十色吵杂的批发大市场上做生意，啊，做生意都是用喝酒来做公关呢，啊，喝着喝着也喝出名号来了，市场的人啊都叫我啤酒雪，叫台语叫做蜜露刷啦啦。啊，至今真的很忏悔。然后我现在都喝了我们的慈济的四神汤哦，也变成了美女雪了哦。台语嘛是，台语嘛是叫做蜜露刷，但是啊，同音不同字哦。以前啊，糊涂的个性不会精打计算，但是生活导致生活上跟生意上有了压力，更是借酒来消愁，啊，糟蹋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也亮起了红灯，结果肝里面长了一颗如鸡蛋般的恶性肿瘤哦。但是啊，经过大林慈济医院魏昌国医师把它切除掉了。人家现在长出一块小心肝来了呢，谢谢。啊，我很感恩我这一颗恶性肿瘤，它让我即使能醒悟，不要再过着酒醉迷茫的人生了。当了慈济二十几年，从来没有参加过慈济活动，或许是因缘际足了。我隔壁住了一位环保志工林素颖师姐，她邀约我来见习敬老培训，她今天也有来跟我加油，林素颖师姐。好，在课堂中师兄师姐的现身说法，每每都让我感动的流泪，更加确定了我往后的人生要把握当下，做一个有价值、能去帮助别人的人。在2014年受赠慈济委员，我穿着慈济旗袍回到家，我先生就看到我说：“哇，你穿那一件慈济旗袍，怎么比当新娘子那一件旗袍还要漂亮端庄？”也正要分享做慈济的喜悦时，先生的无常却到来。那年也刚好他心肌梗塞，让我打击很大。还好我有听闻上人的话，让我能重新振作起来，更在精湛岁末祝福中唱诵经文，心住一境不散乱，转了心念，更能体悟那人生的无常。哎，慈济志业体里面，我最喜欢做环保，因为喜欢做环保，所以承担了环保干事，啊，每天到环保站来，就是我最快乐、最休闲的时候。当你在做环保的时候，在分类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一天的不如意的情绪跟不良的不好的习气把它分类掉了，也能跟环保家人互道心事，互说鼓励，互相感恩，然后也常跟他们说，我们来做环保是爱地球护大地的举动，更能做到国际赈灾哦。
不好意思，他们在走动，我一直紧张起来。然而，我也跟他们说，我们在做环保的时候，这是在为自己造福、慈福。他们也都很高兴的欢喜做。我们西螺合计，我们西螺环保站每天也有十几位志工来做环保，也很感恩我们的和气组长林秋丽师姐的智慧，邀约值班的师姐煮一餐有温度的午餐，让环保志工打餐回家，环保副志工也感受到了师兄师姐们的爱心和疼惜。上人呢常说，我们要和和互协，我们也做到了，感恩。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手语团康的带动幸福的起点，好，请大家线上的所有的家人以及现场的家人跟着我们一起来，好，先手牵手。你们可以站起来哦。上梦总有醒来的时分，真心期盼也有失望的可能，每条长路都是生命的旅程，度过黑夜又是一天的清晨，和你一起曙光亮起走出雨里，只要和你一起穿过荆棘，步伐优雅美丽，爱的手牵我走，幸福的起点并肩走过，爱的手牵我走，幸福的永远有你和我，爱的手牵我走，幸福的起点肩走过，爱的手牵我走，幸福的永远有你和我。接下来是由我们西螺组长，西螺组长，敬爱上人，还有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 好。我们真的是西螺一个小镇，但是我们也发挥到我们的这一些良能。那像杨师伯，他在昏迷自愿的时候，我去看他。跟他叫的时候他都没反应，但是我跟他讲说，师伯你要快点好起来哦，环保站要等你哦，新法像要 等你去开机哦，他那个眼泪就流下来，就有知觉。那 我真的也看到他的奇迹啦，但是我们这个都是要有我们的点点滴滴自己累积下来的啊。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的碧智师姐，这个在环保站耕耘二十几年来，还有引导他的师兄，还有我们的那个丽雪师姐，真的我们是自耕福田，自得福缘，福从善者得智慧，那会从善者得智慧啊，不好意思，没关系，不好意思，福从祖宗得欢喜，
会从善解得自在。好，那感恩大家，那我们云林西螺在此跟大家一起恭。好，何时感恩？好，先等一下。好，感恩邱律师姐哈。他说，我们在瑞士的慈静说很感动，手术后已经失去语言能力了，但是还要加强陪伴，继续努力恢复语言能力。陪伴的真的比药物还重要哈，所以，但是他之所以这么多人为他祝福跟陪伴，最重要也是什么？也是他做来的。如果他之前没有到环保站，或是跟大家呢，就是入人群的话，大家其实对他的话就没有那么深的一个感动。所以他这一叠伤的时候，是把大家的心都叠在一起的，是真的是叠在一起的。那叠在一起的心就是要加码，然后给这样的一个祝福哈。那北京的黄华他就喜静师姐你好幸福，带着爸妈一起做慈济，学习楷模榜样的力量哈。那大理的杨莹就说可以跟八旬双亲同行菩萨道是多么有福啊，祝福喜静师姐一家人。那余慧嘉义的余慧赞叹说感恩文璇师姐的导读，以她亲身所见所闻分享回馈佛国，上人护弟子印走入佛国，用爱骗洒把苦与乐。 Andrew Liu 就是我们的奥斯汀的继顺师兄，非常感恩你说感恩在这边跟向大家问好哈。那他其实是我们的英文口语团队哈，现在正英文口语那个文璇用英文呢写你的回应哦。Sensor Live 文璇 presentation is very good and the topic is refreshing to remind us the need to educate the children in India to transform their lives. This is a great love. Thank you for the expectation PPT, excellent PPT, sorry, excellent PPT. 对，我也觉得文璇的简报做得非常的好。说真的，他一开始的简报的影音不是这个，我就跟学弟讲说，这个影音真是太模糊了，要打掉重练。所以呢，整个退回去，他重新再搜寻影音哈。那我们的雪龙的玉梅啊，他就讲说，你的导读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主题让我们再一次的去发现教育这个部分，尤其对小朋友，在印度小朋友是非常重要，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的，这是一个大爱的精神。然后时间呢，在瑞士他说有爱有奇迹出现，看到两位菩萨的努力，让杨喜静师姐的爸爸恢复得非常的好。我们大幼儿园的冠芬兄有爱而无爱，看见师兄师姐菩萨的身影，相信有大家的陪伴，慈济的大家庭是爱是满人间的。那同时高雄的慧凤问好啊，高雄的苏美玲他们都是在 YouTube 来做留言。那北京的黄华说好美的笑容，幸福的一家人，法喜充满，想起他往生快十年的母亲，他也是特别有慧根跟善心的，可惜他说他自己的不孝让他累出了脑溢血，61岁就往生，一直是他最大的心结。他看了喜静师姐分享父亲的故事，我下决心了一定要陪伴好父亲，一切还来得及，我刚刚跟爸爸跟阿姨一起去做环保，也从每天吃素开始。那我们的嘉义的淑兰师姐她说喜静师姐分享结束，在手机荧幕前的我不自觉地为她鼓掌喝彩与祝福，感恩喜静师姐一家人的分享印证，自耕福田自得福缘。那看到台湾家人尽心尽力做环保志工，在欧洲家人每一位成员就是环保志工，因为他们认为环保大爱，爱大地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所以在家开始做分类，接着政府配合回收资源，环保生活是人人有责。感恩时间在瑞士为我们见证，也感恩明熙他讲说我的家在西螺，现在在台北上班，西螺的家人大家好。那非常的感恩。那北京的黄华说力学师姐欢喜做环保，恶性肿瘤变新的小心肝，强健健康人穿八正道比新娘更好看。娟呢，我们高雄的碧娟说，云林团队好棒，刚个个都是非常用心投入环保资源，连生病期间还心心念念做环保，相信守护大地不仅利他，还给自己带来好福气。感恩这一群上人最疼惜的环保志工，他们有着最美的一双手，把你们手伸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也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最后一个我们讲到就是我们的加拿大的管心凌，他非常他说感恩喜静碧珠丽雪三位师姐分享一则则令人动人的真实生命的故事，感恩一群
群默默付出朴实无华永保赤子心的花、草根菩萨，净化美化台湾土地，展现亮丽的健康人生。云林西路团队自然自在，道心坚定，身体力行，有你们真的好棒棒，再给他们好棒棒热烈的掌声。再次感恩云林西路团队，欢迎你们前来，谢谢，感恩哦。好，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好，我们回到我们的主场这边，谢谢大家热情的回应。你看他们呢，虽然因为他们要展现，然后，但我们再回馈给他们，他们有。